据著名作家石康同名小说改编，青年戏剧人王迪导演的话剧《晃晃悠悠》即将亮相国画先锋剧场。10月15日在京举办的媒体见面会上，除剧中音乐支持，国内知名朋克乐队反光镜乐队到场外，众主演为大家展示了二人甜蜜、四人生日等经典片段。看什么书啊？一会儿人家该来了。哦，那咱俩号现在就来了。来不及了，一会儿人家该来了。来得及，时间富裕。快，来吧，钟馗，开门，我华阳还有新小野，我们来了。2005年话剧《晃晃悠悠》在北京、上海上演时，曾引发晃悠热潮。此次重拍，不知会有哪些变化呢？我们这次的重拍《晃晃悠悠》，保留了当年的一些经典的桥段，比如说自行车、广播站、过生日等等。然后我们又加入了更多的现在的社会的元素在里面。王迪表示，他会踏踏实实地为观众讲述一个青春爱情故事，希望观众观看时有如翻阅记录过往的日记本、微博或微信。无论是已然经历的80后上班族，还是正在体验的90后在校生，都会因弥足珍贵而被打动，感受到温暖。他相信《晃晃悠悠》也能像电影《致青春》一样，引发大家对青春的集体怀旧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